进入到下面的3.2.4和3.2.5，也就是旅行商问题用 Octiff 来进行最短的配送路径解决的另外一种方法。上一个视频我们用 TSP.M 这个程序探讨了使用最近处邻居算法的方式去求解最短配送路径。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从第一个点开始的话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化的，但是，出的一些瑕疵的点就是在后面的几个点，因为后面的几个点对于最短，最近处邻居算法来讲的话，它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你会看到越往后它的出现的这种路径的长度越长。所以怎么样能够对它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就是这一个视频，我们把324和325统一来进行分析的，遗传算法。我们在思维导图中，我这边给大家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放在就是知乎这边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po 文，是。在这边是由 DDKM 放在上面的，是通过遗传算法和用遗传算法解决旅行商问题的，当然它是基于 MATLAB，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时间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篇文章好好的消化一下，因为我们讲到的这本书里面的遗传算法其实是相对简化版的，但是真正在就是完整的遗传算法过程中的话，我们会通过首先初始化，然后进行选择，然后在这个遗传的过程中，会去对遗传个体交叉变异的若干个参数进行逐步的调优，然后经过大数量的迭代之后的话，得到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能够让你算出来一个比较就是优化的结果，这个实际上是考量你所赋予的这个遗传算法的一些初始值的一些功力。所以在这边的话，解决的结果，作者这边的话是说，在对于100个点来讲的话，是他算出来的是大概4.08×10的4次方 km，当然这个是在这个40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去算出来的。得到的最好的解是4.03×10的4次方，所以就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通过遗传算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进一步的优化，而在这个里面，差不多每一个点和下一个点之间的距离都不会出现我们最短处，就是最近处邻居算法中出现的后半段的那些潜在的不优化的问题。就是在考虑遗传算法的过程中的话，有几个就是要注意的点，一个就是遗传算法是需要进行参数的调试的，而不是说一次性我们就可以说直接猜到最优的函数组合，所以要耐心的调参。第二个是可以将几次遗传算法得到的结果作为初始值再代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逐步的用已经在优化过程中的中间的这样的结果去完善下一次的优化，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你的精度是逐步提高的。但是这个方法在我们的旅行商问题作者这边的求解的时候并没有用到。还一个就是每一步都要遵守现成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必须的。有的时候是要结合这个具体的问题来具体分析，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遗传算法其实是一种比较实践化的算法，然后我们拿来去做从统计的角度来进行，就是我们的问题的求解，从英文角度回到我们的书的324，就是叫做 genetic algorithm，就是遗传的算法，它的核心运算是由两个部分，一个叫做选择，一个叫做突变。这个在刚才我们的这张图，我觉得是总结得非常好，就是在这边，就是精英的个体交叉变异。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选择就是你选择这个精英的这个个体，然后进行
不同的方式的遗传因子的运算，也就是突变运算。在这个突变运算中的话，本书用了三种运算，一种叫做翻转，一种叫交换，还有一个叫滑动。就是翻转，我们用到的方式是从我们叫这个顺序，我们就把它当做成染色体，然后我们染色体中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将其顺序进行置换。所谓的顺序置换，就是从1362我的反向倒序2631，把它从上面翻转成下面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要把三四五六进行翻转的话，那这边就变成一二六五四三七八九。第二种方式叫做交换，是从染色体中选择其中两个对其进行交换。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规则是一和二交换，三和六交换，我们同样可以得到2631。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交换的话，那就是六放在这儿，三放在这儿，五放在这儿，四放在这儿。但实际上是说我并没有去对四和五进行交换，所以只是交换其中的这两个精灵个体，所以这个结果应该是四五还保留。最后得到的交换的结果是一二六四五三七八九。第三种方式是滑动，就滑动是将最左边的染色体的位置放到最右边，就是这个部分的最右边，是我们选取的这个精英个体的切片。所以在这边的话是相当于把一滑出去，然后放到二后面，所以变成了3621。根据滑动规则的话，那我就把三滑出去，四五六平移，那就变成一二四五六三七八九。所以就是我们介绍的是这三种遗传算法的规则，我们来用它来实现寻取最优路径。首先是我们把前面的这些就是路径，我们先都一个一个的计算出来。就是实际上这个计算是很简单，只要我知道两个。就是位置之间的坐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第三章中，在第一部分的话，我们是能够去算出来这个两点之间的距离的。那在第二章中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计算过了，实际上就是计算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在这边的话就是 random test sort test ceiling 然后在这头可以看到，我们把每一个点对点之间的距离都计算出来以后的话，它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矩阵。当然，这个矩阵可以看到它是左上角和右下角按照斜边这个对角线轴是对称的。而且这个对角线实际上就是自己到自己的距离，那就是对角线上面的值全是零，然后一二的距离等于二一的距离，这个就是代表正向反向双向的距离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其实用一半儿这个矩阵的值就足够我们了。所以在这头的话，我们的先考虑我们从算法的解释上来去看。首先，初期的遗传算法是用带圆圈的数字随机抽取九个配从递，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到九，然后在生成的四条路径中选取其中最短的路径。在这边的话，我随机去抽取的话，那我就是一到九，这是按顺序抽取，然后这个是一六四八九这个。从六开始，我如果拿它做第一点的话，那就是6175，所以可以看到是6175328四，这是我的第二个路径。我算出来它的 TSP，这个并不是最短路径啊，这个是我们说的生成中的这个路径的距离，所以这个是 traveler 这个 salesman problem，所以这个就是计算的这些线段的长度。所以经过这样的随机抽取了四个之后的话，我们发现是最后这个从八开始，八九一四，然后三二五六七，这个的是在这四个随机抽取中得到的一个最优值，也就是最短路径。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初始值，种群的初始化。当然我们说九个配送池配送地，我是有九的阶乘的这种不同的可能，我为什么选择这四个？其实这就是你的遗传算法的，就是初始值的设定。我现在就先选择它。当我选择另外的任意的随机四个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到另外的四个 TSP，有可能那个中间的最短 TSP 比45.83还要小，
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先选取一个初始值以后，我们就先开始做计算，然后我们逐步去调优。所以我运行一次遗传算法在做什么？就是在在这边的话，我得到的是89143256567，是我用前面得到的随机四个路径中的最短路径45.83，然后进行多就是。不同方式的遗传算法，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实际上是这个 D，我把它拿过来，89143256七，然后3-16B，这个做了什么？做了随机选取其中两个配送 D 进行翻转，我就是把四和八进行了翻转。把四和八进行翻转之后，这边得到的，这个是四号和八号，不是，它是翻转了这个四，哦，是两个配送 D，是因为它是从八开始的，这个是配送 D 为一，并不是八号，而是一二三四，我是从四一直到八这边做了。翻转，所以就是变成了由43256变成了65234，所以最后的方式就变成了89165237。所以在这边的话，891，在这边的话，我不是到四，而是到了六，然后反过来，走了这一部分，这五个值，然后七八，这边我得到了这个 TSP 反而比它高了，所以就是这样的翻转的这。随机的翻转这五个值得到的 TSP 并不是比我原来更好。然后我对第三是进行交换，这个 C 交换的是六和四，我把六和四进行交换的话，变成了89163247，所以就是六。可以看到这个本来是这个891，然后到四，现在我一到六，然后三到五，然后。五应该到六，现在我5到4，这样的话就是3-25，然后这样的话我得到了47.83，反而也是更高了。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进行滑动，我滑动的是谁呢？滑动的是同样这个43256，我是把23256滑往左边滑一下，四弹出，然后到达最后一个，所以这样得到了一个新的路径。哎，这个路径比45.83要低，所以我现在经过一次，这样的遗传算法，通过三种方式的变换，我找到了一个，更加优化的一个路径，42.37，以此类推，我现在是3-17，我得到的是42.3789132567，然后我如果运行1万次之后的话，我在这边的话随机去，找的3-18B 为这个3-18A 中的随机选取的两个一号到五号进行翻转，然后这个是3C 是到进行交换，然后这边的话进行滑动，所以这都是随机选取。我们运行1万次以后，我逐步去找到的，就是我贴近于最优化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并不是说通过遗传算法你得到的就是100%优化的结果，而是它逐步去趋近于优化。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个算法的概念之后的话，让我们来进行演示。我们回到 Octave，在这边我创建了325，我在这边的话，把它 set 成 current folder。在这头，如果大家去看，在这边的话，我把它放到我们的 GitHub，大家可以到GitHub 这边去看一下我们的程序，在 Code Mass 第3章第五。我是把这个遗传算法的这个知乎的帖子，我把它关掉了。那个帮助大家那个下载到这 PDF 文件。这在这头的话，大家如果不去登录知乎的话，不太方便的话，可以在这边
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文件，当然是说这个文件是部分的了。我这边的话会，大家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思维导图这边给大家的链接上面，直接能够去看到这个帖子，有时间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帖子也是尽可能的消化一下。这个确实我通读下来的话，还是对于理解遗传算法还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现在在这边的话，进行我们的程序。我们可以说这个是325，3-2-5 TSP TSP TA 点 M，这是我们的 editor 双击它，我们 clear，因为我要画多张图，所以我先放这是 figure 一，然后在这边的话，大家往下面会看到 figure 二，所以我们会得到的是两张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图，一张是这样的，一张是这种，二维空间总距离，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图来那个勾画，所以我先画第一张图，然后清理我们的图板。同样我设置的，实际上在我们上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写 N 小写 O 大写 H，就是 NOH number of home，我们设的50，这边的话我们就简化用的是 N，然后 dimension 是2。我们可以对照着这个有所解释来说，全部配送数为二，然后空间维度20二维空间，33维空间，我们设定的是它，然后我们生成我们的随机数是还是0到10的，rand n dimension，所以我现在生成了在 dimension 二的时候随机生成的 n 个值在2维空间，0到10乘以0到10中选择。dimension 3的时候就生成一个立体的3维空间中去选择，所以在这边的话，我现在，如果我不加这个分号，我可以看到我们得到了，在这头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10乘10，所以这边实际上得到了一个100个数的随机数。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图片已经显示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把它给清掉，然后我们说。现在我们的 iteration，我们先把它放小一点，我们就做100次。然后是 for i 等于1到 n，这边回车以后的话，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它是有缩进的，所以 for j 等于1到 n。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它会默认会给你弹出来一个 and for，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友好的。但是你其实不要 for，或者是像上一个例子，你也可以看到，当你是用 if 的时候，一回车它就会弹出一个 and if，这个都是这 Octave 新版本，我觉得它对用就是程序员这边的话比较友好的一些设置，我们可以保留它。然后在这边的话，我实际上这个 distance 这些点就是在用这个斜边的方式，就是勾股定理 SQRT sum，我算的就是路径，因为每一个路径从一到最后的点，然后到 XY 的 J 到最后的点，每一个点我去算它的平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的解释。配送地与配送地 i 和 j 之间的距离，这个就是我通过这个 DMIT 的方式去用这个双重循环去解释计算出来的。所以在这边的话，大家可能要对这个循环是有去理解一下。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我可以把这个 for 去掉，但是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然后我们是 roots。一到最终值等于一个列表一到 n，当然在这边的话，我们都加上这个分号，省着它会在 terminal 那边去打印出来。k 等于2到4 roots k
take rent per an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步，这一步现在是在做的是初始化路径增加三个随机排列，三个随机排列的话，因为我们是要用翻转呀、交换呀，然后这个就是平移就是移动的方式，我们来去增加它。然后我们现在设定这个 global min 就是一个最小值，因为我这边的话，任何一个值应该都比这个 global min 就是极小值要小，所以我用它来做就是无限小这个。然后我们开始循环一到 number iter。这个 number iter 就是我们这边设定的一个100，我们等一会儿再把它逐步加大。for p 等于一到四我们先让它更小一点，我们逐步看到效果，就弄10就好了。然后在这边的话是一到四是 d 等于我们刚才计算的这个，就是 distance roots p 是我们的一杠四，然后再对 roots。P1，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解释，分别对四条路径保存路径的长度就在这边，然后路径封闭为环形，即路径最后的配从地会回到原始的配从地，因此最后的配从地和起始配从地的距离合并，所以就是 P 到1，这个是我们要把它合并下来的，就等于加上了一个。最后的这个配送地，实际上是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是要做一到 n 减一，然后最后是 n 减一到 到一这样的那实际上一到 n，然后最后出现一个 n 回到一的这样的一条线，是我来把它给封闭下来，所以现在我得到的是这个，我们已经做到这里了，然后但是这个 for 还没有完，所以我现在要从 k 等于二开始，d 等于 d 加上我们的 dmax roots p 到 k 减一 roots p 到 k，所以这一个 p 到这个二这头。是从 k 减一号配送地和 k 号配送地的距离累计计算，所以我这个就相当于两次循环。然后在这边的话，我在 k 的这个循环之外，我是有一个 total distance p，用它等于我们累加完的 d。然后在这头这个 and 是对这个一杠四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设定这个最小的。min distance 到和这个 index 等于我的最小值。上面我们的例子中的话有四个，随机选取四个方式的话，那我们就选取它的最小值作为我的初始值。然后 distance history iteration 等于我现在的这个最小值。if 这个最小的距离小于 global min，这应该不会出现了。同时，这个除以100等于0，我们来做什么？非常好，这边的话出现了一个 and if，实际上它是接到这里的，就是当它是那个。这一条，如果四条路径中的最小值比之前的最小值更小，因为这个一直保存的是我之前的这个最小值嘛，并且反复的次数为100的倍数时，之前最小值更新为最新计算的最小值，所以就是反复的次数为100的倍数。我是每一次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我重复100次以后，我再来去做这块。但实际上是说在这儿，那我因为我是。这边的话，iteration 只是十嘛，所以我这边两次我就来做一次，这样的调优，所以我现在在这边，接下来的话我就是 global min 等于 min dist
然后 root 等于 roots index 一直到结尾 RTE 等于 RTE 的一个一到 n 的一位向量，然后选取这个 xx 是回头要用来画图用的 RTE 一。yy 是 xy RTE 二，然后 if dimensions 小于三，我们现在 dimension 是二，所以这边的话，我现在可以画图 x x y y 红色圆圈，然后 line width 用的是1.5。Hold on，就是我还要继续画，因为我要画每一个点一个点的这样去画，所以就是 plot x x y y blue，然后画这个直线 line width 等于1.5，hold off，这个时候这个图就可以画完了。然后我在这边的话是有一个 else。zz 等于应该是 else if 对吧？else zz，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是不是可以被运行。然后我们来把它拷贝过来。所以首先这边的话，ro line hold on，然后这个时候我是要画三维了，zz。然后这块的话是 box 啊，所以我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刚才是说 distance 是在这边，for k 等于二，我们是在这头找到，如果四条路径中的最小值比之前更小。最新的反复次数，所以在这儿我们先调成二，让它能够运行下去。选择四条路径中的最小路径，也就是最短的那一个，然后绘制闭合的路径，在最后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增加一个起始坐标值，那就是 n 到1的这个起始坐标值，路径的 x 坐标列表，或者是向量，y 坐标向量。如果空间为二维空间，就是在这边。那我绘制的是用红色表示配送地的位置，然后蓝色表示线，所以这个是一个圆圈，是作为位置，然后蓝色的线，都是1.5，然后我这个画面保持状态解除。如果它不是二维空间，而是三维空间，我们等一会儿在这边设置为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画增加一个维度 zz。就是 zz 就等于 xy 的第三个值，当然是说在这边的话，如果是三维空间的话，我们现在这是 dimension 二，三维空间那我就应该是 xyz 了，对吧？所以在这边我们先保持是我们的二维空间，然后在这边我同样 plot，这是 plot，后面这块的话是要有不同的名称，是 plot 三维。然后结束之后的话是变成 hold off，最后在这边的话，在 end 以后的话，哎，我看这个 end 应该还是在我的 if 之前，大家要那个注意啊，在这头是画这个 hold on，这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给出图线的这个标题 sprint f。Total distance 等于这个是一个格式化的打印输出1.4，这样一个 float iteration，这有点像 Python 里面的这种打印输出，这是一个 integer，是给一个 min disk iter，所以这样的话在图上面它就打印了我们的值 x s square。让它去用 square 的方式去画这张图，0.1。那这个是我们上面对应的这个大 if，所以现在我们
还没有关闭我们的 for，所以到我们现在到了这头，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去，哎，这个应该是还是在这头，是 ignore index 等于 in total dist，然后 best of for root 等于 roots，到后面，我们看它为什么一直让我们往回退回来，我们这个要那个等会要去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和它是对应的，这个和它是对应的，理论上现在我们的缩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root 我们把它给换成 points 等于 sort，大 I root insertion points 一插入一个点，这个插入第二个点 root。Sir points 二，我来看一下这个就基本上要结束了。我们画第二张图呢，等于 best of for roots switch case 二是 root。AIJ，可以复制的，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复制。所以在这儿，这个 case 3，case 4。这边的话，case 三的话，这头的话就是一个列表了。然后 roots k 这儿是 j i 个列表，这个是 i 到 j，然后 roots k，然后这是另外的一个列表，i 加一到 j，然后是 i。最后有一个括号，我们把它括起来，然后 and switch，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and 这个 for，接下来的话是 and，然后我在这个下面的话画 figure 2完了之后，再次去清理我们的图片。History 用红色，哎，这个是不默认颜色，然后用 O，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看看我们现在应该有出错。Source file error sourcing，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的话是有出错的信息，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刚才已经到了这边。然后在这儿的 else 完了之后，画完图 box 这头是结束，是这个 end 啊。然后这个是 title，我们检查一下这边 sprints 这个格式化输出 min list 和 iter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 access square pose 0.1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让它进行一下暂停，然后在这儿是 best，哎，best of，所以在这儿 ignore 这条应该是不存在的。我把它先 comments 掉，依然有出错，
但是现这个地方它是比较费解啊，它并不给你指出来你的出错信息在哪。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了，这个是我应该是 roots 少了一个拼写，roots。然后它这边的话是 idx，选择最优路径为最短的，然后是 root insertion point 等于 sort，是我们学过这个 seeding。然后 n 乘以 run 的一二，后面是三个括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取随机选择两个配送递进行递增，然后大的是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它和它，哎，它 root insert 啊，这儿拼写错了，这三个应该是一样的，选取它的第一个值和第二个值。我们现在再来运行一下，好，依然出现错误。For k 到一到四，roots 等于 best of，这个是和它是对应的。然后 switch k，我们的 case 是一到 j，然后是 j k j 到负一到 i，这个是没错的。当它是第二条路径是将第最优路径中一号配送递与 j 号配送递之间的路径进行翻转，第二个方式是进行顺序交换，所以就是由 i 到 j，所以变成了 j 到 i，所以我在这边的话，不要加这个冒号，然后这头是进行移动，所以 i 到 j，然后是 i 加一到 j，然后再加上 i。这个中间全都是 roots，这个应该是没有错误的。接下来的话，我是 figure 二，然后 plot 做 distance 的这个 history，保存一下。我们看看，好，我先暂停一下，继续找寻一下错误。呀，刚才我找到了另外的一个错误，是在这边的话，我输入了两个冒号，当时手可能抖了一下。现在我们因为我是 dimension 是二，然后 number 是 iteration 是10，然后在这儿 iteration 是二，所以我有5次，可以看到现在我这边得到 total distance 224，然后 iteration 是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跟这边去比较，total distance 是57。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在这边我的 iteration 是10000，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的话是100，我们来让它进行多次的循环。哎，242，让 iteration 是100，我现在哎用它应该还没有算完，好。在这边算完了，得到的这个图线是这样的一个图线，和我们的这个，得到的图线应该还是不太一样。这句话在实际运行中并没，哎，在这儿可以看到，iteration 是400就结束了。经过50个，最终我应该换取的是要达到10000。这边它现在 iteration 只是400，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头我们的初始值，这头是20，然后这是10000，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mod 这头放的是每100做一次调整。后面应该是一样的，它到400的时候就停止了，那就是证明它找到了最优解。但是这条线是不对的，这条线是一直都是在200多，它所以最开始抽取的值可能是我们要来再确认一下。我们的初始值是否正确？
这边得到的是 IJ，然后我是从 root 这头的话是从1到 EN 24，这头用的是 run 的 perm，没错，然后跟 infinity minimum 去做比较，这个是用，现在我是一万，number iter 是1万。这是一到四，我们去计算它的距离 p_n 到，再加上 p_1，二到 n 是 root p_k 减一到 p，再加上 p_k，然后 total distance 这边算出来是用 d 来代表，这个地方有一个 minimum，idx 等于它，这句话到底是需不需要？现在到了500308，还在计算中。这个图片应该是不对的。我们看 minimum 这个 index 等于它 total dist，这 total dist 应该是在上面这边算出来的。total history iteration 等于 minimum distance。如果 minimum distance 小于 global mean，这个 global mean 是我在这边定义的，没错。然后 mode iteration 是对于100来讲，它每100一次，我就做一次输出。然后 global mean 等于 mean distance 是这上面计算出来的。roots index root 1到 n 1，然后这边选取点 RTE。RTE 在这边的话是有点的，然后我这边取得了，现在是 dimension 是2，所以选取的是这个分支，红色的圆，蓝色的线，plot 之后的话 line width 这条线画的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就可以跳过，因为我现在是二维，title。在这边的话，给出来的就是 minimum 和 iteration，所以在每一次这个我的 iteration minimum 小于 global，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是在运行，但是它运行结束之后的话是这个 minimum distance 现在已经小于了 global mean，这个值是我的 infinity，所以在这边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些问题，square pos 0.1。然后这是 end，这头等于 minimum 的 total distance，然后 best of root for root，这个在后面这个地方用到了，等于 roots index 和冒号 root insertion point 等于它的 sale。run 的一二，这个没错，tree 是第一个值，i 是第一个值，j 是第二个值，然后这个是 best，这个是用来画第二条线了，应该没有问题。k，i 到 j，这个是第一个是翻转，然后冒号，j 负一。冒号 i，这个是交换，ij 到 ji，这是平移，i 到 j，i 加一到 j，然后加上一个 i，roots，这个应该没有问题。figure 二，cliff，disk，history，history 等于 minimum，然后这是 ro。好，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次运行看，它在100的时候就停了下来。那如果我现在 iteration，它实际上还没有运行完毕。我如果让它在50的时候就做一次，这样它只运行了5次。它这边的话，最短路径它就没有再次去寻找，那就证明它已经，
在目前为止的话是找到了这个最短路径，但是这条线的趋近值是有些奇怪的。可以看到，哎，是，哎，这回到了700，达到了189，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初始值给出来的值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条线其实它一下子就已经趋近于我们的这个结束了。这回又是在50，这回更多了，2050，得到了266。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每一次运行跟它的随机值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我现在的这条线还是有些奇怪，下面的话我会进一步再去，检查一下这个程序。我会把它这个程序也放到我们的 GitHub 上面，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验证一下这个书中的这个原程序。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程序跟书中的给的示例程序是完全一样的。而且虽然我可能调整了一下我们的 iteration 呀，然后这边的这个 mode 的基值，但是理论上应该我们应该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逐步趋近的这样的趋势，但是我实际上现在得到的是非常平。如果大家能够帮助我发现问题的话，也欢迎在视频下给我留言，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目前基本上到这个图程序之后的话，我们在第三章就结束了。在下一章的话，我们会进入到叫做这个蒙特卡罗模拟法。这个蒙特卡罗的话，实际上是进一步的通过统计去进行计算概率，用概率的方式去进行一些不便于手工或者是就是直接去用数值法去计算的方式的一些模拟。这是我们的后面的还剩两个章节，蒙特卡罗模拟法之后的话，我们就到分型。分型的话就是运用 Octave 去通过编码的方式进行构造分型。好，那就我们第四章再见。然后如果中间的话，我会发现刚才的程序的问题的话，我也会在后面的视频给大家进行补充的说明。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